携手新南向，向世界贡献良善力量，领航逆境复苏，重启经贸链结，再创区域经济荣景。以台湾经验升级新南向连结，坚韧愈后亚洲，贯彻新南向人才培育，深化与世界的连结和交流，并肩新南向，农业永续新未来。透过文化艺术的交流，才能建立真诚的友谊，扎根多元文化，开拓南向连结的新力量。台湾新南向以软实力串联区域，台亚基金会与大家共同参与，一起成长，全面复苏，重启连结，走向坚韧未来。